要强调一点啊，不是说所有的问题我们可以超过经典专辑，只是再三强调是经典，就某些特定的问题。这么一种计算能力的时候呢，我们已经可以超越我们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电子管的计算机，就 ENIAC， 也可以超过人类历史上第一台基于晶体管的计算机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，它有比较指标性的意义。